这边看这边的楼群还是比较密啊，这边的楼群，然后还是，我记得以前在这个路口呢，就是有人吹萨克斯，因为这个路口呢就是这样嘛，人熙熙攘攘啊，这么多摩托车，从这个地方呢就是旧金山的唐人街的中国门啊。从这个地方，反正也能就是到都板街吧，到都板街吧。然后我所处这个位置呢，就是旧金山唐人街和联合广场的毗连地啊，交界处啊。这个地方开始有一些卖奢侈品的商店啊。这个是铲车，美国这边的铲车，United Rentals 联合租赁啊。这种铲车是租赁的，这个。U 桶呢，不是咱们投信的啊，是邮递员用的 U 桶。Legacy 是王朝的意思吗？啊，修冰箱、修厨房的设备的啊，修理这些厨房设施的这些工人吧哈，这些技术工人。你看老美他们这天穿得很少，他们也不怕冷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有人说。俄罗斯人啊，在年轻的时候是很苗条啊，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，马上身材就大幅度的变化啊。也许是正确的，我觉得是正确的，不知他们是基因的关系，还是种族的关系，还是营养的关系，还是生活方式的关系。反正华人呢，一般来说身材保持的还挺好，在这边没有那种特别魁梧的这个身材，很少很少有魁梧身材的。这边怎么一直在施工啊？我记得一年多以前这边在施工啊。这位妹妹在这儿吃，一边走一边吃呢。这边施工差不多有一年了吧，或者至少半年了啊，一直在施工。这一两年唐人街这边的经济状况不太好，或者至少旧金山这边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啊。这附近有一个梅西百货。啊，以前说呢，我听别人说啊，听一位在这边好多年的一位从香港来的，一位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一位先生说，以前的梅西百货是2个楼啊，同时办公，完了后来呢就变成1个楼办公了啊，就证明，营业额就是顾客少呗啊，用1个楼就够了啊，如果用2个楼呢，就租金太高吧啊，成本高啊。这块写的是天下为公啊，这边是唐人街最主要的一个景点，好多人在这边照相。然后往里走呢，就是都板街。这个牌坊的两边呢，都是一些中东人开的这种什么玉雕呀，或者吊灯啊这样的店。以前这些老板好像都是华人，后来华人不做了，说转给中东那边的人吧。这边都是那种大型的那种，拿玉石雕刻的啊，还有那种珊瑚什么的，好像类似于那种金碧辉煌的那种摆设啊，就这种感觉啊。你看白天里边也是亮着好多灯啊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店，然后那个店员大力的向我看这个白人闯红灯啊，这个白人哥们闯红灯，发现一个，看，这就是白人闯红灯。闯了全城啊，对吧？所以你看，老外他们也闯红灯啊，对吧？啊，我作为他们的这种，怎么着，应该就怎么叫啊？美国这边可能不叫什么什么风气吧？应该，你看看他这边，看这里的是翡翠吗？这里的是玉啊，看真漂亮哇！这么多马啊，看。这个好像不是华人雕的啊，不是华人雕刻的，所以真的很厉害。这边啊，很厉害，对。然后这个车座好像被人偷走了，这个车座哈，这个车座被人偷走了。啊，你看这个路这么窄，但是也有一些人，然后从这边啊，也是机动车道吧，哈，机动车道，看这里边多漂亮，这里边。
这边都是，看这边，看金钱豹啊，弥勒佛，弥勒佛可能是中国的吧，还有老虎啊，还有大狗，大熊那是，请不要坐或者爬啊，标一个。不要坐或者爬，看这边是好多纪念品店，雨伞啊，短的6元，长的7元，中国的这个雨伞，中国的旗袍，啊，这边。I've never been in there either. 看豆瓣街，这边。反正旧金山这边的唐人街大体上啊是世界上最大，而且是世界上最老的，就是包括美国这边啊经营年头最久的饭店，华人餐馆啊，前10名的话在旧金山就差不多占了3-4个吧，应该差了3-4个。你看第一名的就是旧金山唐人街的叫什么三和粥面粉吧，好像我现在资料能查到的啊，就是在唐人街是113年吧，是110几年的，就是旧金山的。完了之后呢，按照它的排名呢是新兴乡酒楼，也100多年啊，叫 Chinatown Restaurant， 它叫中国城餐馆啊，就像李小龙出生的医院啊，咱们中国人呢叫东华医院啊，但是老美呢翻译成 Chinese Hospital。像旧金山这边的新兴乡酒楼呢，咱们华人翻译成 Hing Hing Hang， Hing Hing Hang 是吧？我不太懂啊，也是广东话吧。然后也100多年了，然后老美呢翻译成 Chinatown Restaurant， 中国城餐馆啊，中国城酒楼啊，这就是翻译的不同。还有一个叫。豫园酒楼吧，反正大体上，整个美国前10个啊最悠久的中国餐馆呢，旧金山就占了好像4个应该是，所以这边的唐人街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啊。洛杉矶那边的唐人街我也去过，但是那边也挺好看啊，那边的色彩更鲜艳啊，但是它的年头好像就没有旧金山这么旧啊，旧金山。这些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景象。现在游客好像不是太多。去年的时候呢，有加州山火啊，那一阵儿呢空气特别不好。看，这是游览的花车啊，在这边减速，人们在这拍照啊。他怎么在这儿十字路口停下呢？有人下车。哈哈，也有人上车吗？旧金山市铁路啊，看它这是属于旧金山的一个特色啊。以前好像有人想把这个停啊，后来很多市民要求不要停啊。然后这个建筑呢，说是在旧金山地震的时候没有倒啊，所以很厉害啊。它这个建设的还真挺结实啊，这边。这不是是一个。特别大的坡道，然后公交亭这边是旧金山的金门大桥。金门大桥我去过2次，应该去过2次。远处看很好啊，但是你真正你走在桥面上，感觉就不太好啊，感觉噪音太大，晃晃晃的，耳朵都要震聋了。看这边一个特别大的这么一个坡道啊，这样的。然后这些外国的小朋友啊，都来这旅游哈、啊。这边杜板街往下呢，也是一个比较缓的一个坡道啊。这样，联邦快递的车，这是。以前呢，这边坐着一个华人的先生在这拉二胡卖艺，然后人们会在这里放小费。啊，现在还不是人最多的时候吧？最多的时候，旅游旺季大约是从春天开始，比如说5月份、6月份、5、6、7、8、9这几个月吧。夏天的时候这边是旅游旺季，现在冬天好像旅游的少一点，半折，5折。
五折，这边也在甩货。康年海鲜酒家，这个好像年头也很久，好像也很久，但是不是最久的啊，也很久。这边都是从中国运来的这些纪念品啊，有这种草帽什么的啊，这是。你看这边的唐人街的游客反而都是老外啊，华人面孔的好像不是太多，好多老外反而到这来感受中国的这个纪念品呢、啊、或者饮食啊。这是美国银行啊，金山圣寺写的上啊，这边是在这儿拉二胡卖艺，看发现闯红灯的老美，看被我拍到了啊，在闯红灯啊，难道我也跟着他们闯吗？啊，我跟老美学坏了啊，这是我跟着他们学坏的啊，被他们带坏的啊，我本来不想闯红灯啊，但是被老美带着闯红灯了啊，跟着老美学坏了。看他这个美国银行，他这个柱子是雕龙的啊，雕着盘着两条龙啊，这样。这边是中国的这样的啊，好像菩萨像，还有小的这样的玉雕这样的。这边是特别中国的，哎，上面有红灯笼，这个红灯笼在春节还有中秋节期间都是亮着的。然后这边有的时候会有摆街会啊，就是摆摊儿啊，就是整个街都是那样的摊位，摆就是摆着，在那摆着啊，中西饼食，摆街就是在街边这样摆着啊。然后这个是李小龙的这么一个画像啊，被人恶搞过啊，一直有人恶搞，包括把他的眼睛，把那个黑眼仁给描没了，完了后来又别人给补上了。唉，又包括他以前是上半身，是吧？这样的很健壮的样子，但是有人把他的画了一个透视图，然后把他的上半身这个器官都画出来了啊，肺啊什么的，我觉得不太妥当吧啊，好像是一直在恶搞的感觉。这边是一些珍珠这样的哈，然后一个超大的这么一个冰淇淋吗？七里街啊 ，Clay Street， 七里街。Clay 这个词是粘土的意思吧？是土块的意思 ，Clay 啊 ，Clay， 七里。你看他这个窗子上挂着这些衣服啊，挂着好多衣服。然后这边呢是一个龙啊，这个也被恶搞过啊。这个以前他不是美国的自由女神像，以前是一个华裔的一个女孩啊，结果呢给他描来描去，描成一个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了啊。所以唐人街一直有一些人在恶搞啊，这个是壁画，是唐人部啊，唐人部的壁画啊，这样的。这边的坡道有点不太舒服吧，我租住那块儿特别平啊，没有这么多坡道，爬这个坡道。你看这是华人的装修工啊，他们刮大白吧啊，也挺不容易啊，虽然这边可能赚钱相对容易一点，但是怎么说呢，好像那个钱应该都被包工头拿走了吧，不知道，反正据说是这些小工好像赚的钱并不多啊。我看那个最老的那个叫三河粥粉在哪儿啊，那儿呢啊，那儿呢，一会儿咱们从那儿路过拍摄一下啊，最老的一个三河粥粉啊在那儿呢啊，一会儿我展示一下啊。这个是美国全美国境内年头最久的一个酒店，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新兴乡是最久的，新兴乡酒楼是1905年，现在就是说1905年首创的，但是再往前查的是18几几年就有啊，所以也不一定，现在确定不好是三河粥面粉啊，三河粥是面粉吧，就这个看到了吗，镜头中间这个啊，这个是全美国最老的一个中餐馆啊，一百多年啊，但是现在不确定是他老还是新兴乡老啊，因为新兴乡它的英文名字叫 Chinatown Restaurant 啊，是中国城餐馆嘛啊。那么这个车是保时捷啊 ，Porsche 是吧？是这样读吧？不知道。那么既然它的名字叫 Chinatown Restaurant，Chinatown China 是中国 ，Town 是城镇啊，中国城餐馆啊，就好像。对吧，我觉得好像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比如说
这边的中国城刚开始兴起的时候，那么也许人们都说啊，是不是这个新英乡是第一家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这个还得需要到旧金山的市政厅去查这些史料之后呢，才能确定到底哪一个是历史最久远的。啊，这个是 Portsmouth Square Plaza Garage，这个 Garage 是车库，Square 是广场，Plaza 是大厦吧。Portsmouth 啊，广场、大厦、车库。这个 port 是港口，mouth 是嘴，港口的嘴。这边离海港比较近嘛，港口的嘴儿的广场、大厦、车库啊，也能理解吧？啊，这边再往北走，或者再往东走啊，都能到海边。往西走也能到海边，但是往西走可能比较远吧。往西走就直接看到太平洋了，往北往东看的是小的海湾，就是洋面感觉不一样。大体就是这边有好多老鼠啊，特别大的老鼠，一到晚上就在那蹭蹭跑啊，老鼠、鸽子都特别多。这边你看好多华人，然后也好多游客，这边中餐馆特别多。这个是报火警的，一旦发生火灾了，就把这个盖儿周开，然后压一下那个拉簧，摁一下就可以了。内部整修，暂停营业。啊，这边的冬天就这样吧，冬天不冷，比较温和，不需要穿棉衣。老人可能需要穿棉衣啊，但是一般穿一个毛衣、毛衫就大体就可以吧。不过到了晚上，还是要多穿一点。白天没事儿，白天世界人身中心啊，它这个名头起得挺大，世界人身中心。然后这边 enjoy vegetarian 是素食，vegetable 是蔬菜嘛，vegetarian 是吃素食的人，ian 代表什么什么的人吧啊，所以就是这边是一个素食餐馆啊，那些吃素食的可以到这边来感受这个素食。顺德行庵堂，1858年啊，这是一个什么什么协会吧？反正旧金山这边真的挺古老的啊，这边。好啦，就说这么多吧。这个神户家是日本的吧？啊，好啦，再见了，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这边，这是华美银行。